那些楼房都淹到两三层楼，难道那个水利学家就觉得这样子只是淹到膝盖而已？然后有些水都已经是变绿了，上面还有青苔啊，飘着那些浮萍那些。这个是鄱阳湖的莲湖乡，是被洪水淹到已经成了一个孤岛，然后政府就帮他们搭了一座浮桥。那他们现在就很开心了，还说这个变成是网红桥，然后很多人去那里拍照，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可怜还是可悲，被水淹了还能这么开心呀？难道他们已经是适应了那些洪水了吗？